各位 Vogue 那个杂志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汉来大饭店棉纺的主厨林凯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棉纺在高雄开幕哈，选用一些在地食材，包括一些水果跟一些蔬菜。像这次我们推出的菜色里边哈，最值得大家会尝试的应该算是杜鹃。杜鹃这道菜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有什么高贵食材在里边，但是它所取出来的那个价值是非常高的，因为一个猪肚就是一只猪，那我们一盘炒一份立牌呢，大概是要四个猪肚，也就是说我们只取四个猪肚里边最精华的地方来作为一个菜。那这次里边还有一个很重点的菜色，就是一个乳鸽，它叫我们取名叫做妙龄鸽。那这个乳鸽是我们这次重点里边啊自己找那个农场来合作的，所以在外面大家可能没办法碰到这种这么漂亮的乳鸽。八九月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热的时候，我们会用一些冬瓜作为主题，类似冬瓜盅啊、冬瓜炖翅啊，都是根据那个时令来做一些菜色上面的改变。